Hello， 姐妹们，这里是重庆，晚上的9点多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马路对面有什么好吃的啊！这里有好多卤菜，还有烧烤，我来烤两个豆干吧。现在很少吃得到这种炭火烤的了，重庆的烤豆干也是一绝，灵魂泡萝卜，7块钱两个。拿着我的豆干去吃面，我们就吃这一家干溜吧。Hello， 我要两个豌杂，一个细面，一个揪面。他们面条都是裹层。你们喜欢吃这种细面、揪面还是宽面？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那种揪面。我的两碗面都来了，赶紧先把它和转。这个是细面，我是喜欢让它煮的趴一点的，我喜欢吃这种趴趴面。那下面垫的是这个包菜。哦，赶紧把它和转，不然和不转呢。哇，下面这个辣椒。啊，我感觉我那个有3两。重庆的面一定要上桌，赶紧把它和转，因为它调料全部都在下头。先吃我的第一碗。我的妈呀，它那个豌豆和辣椒真的好香。我就喜欢吃这种黏黏糊糊的，像勾了芡一样的，然后那个辣椒全部都裹在上面。每一口都有肉香，有豆香，最重要的是那个油辣椒的香味。你们在重庆吃面加不加煎蛋呀？就那个煎蛋把面上那个调料一裹，也很无敌。哇，好好吃！第一碗光盘，我那点儿碗，耶，感觉这碗的辣椒还要多些。亮亮，我想再加一份炸酱。我加了一份炸酱。这是加肉版的。你把我的豆干忘了。豆干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硬了。把这个炸酱裹到豆干里面来吃。吃完还剩这么多调料，而且他直接吃也不咸。这家面馆算是我每次回来重庆，只要我住观音桥这边，一定会来打卡的，因为它辣椒油真的太香了。走了走了，真的越来越多了。同学还有啥子好吃的，你们给我安利一下噻，不然我每回回来都是吃的这家。我没吃过，可能你们都喊狗吧。好，我们下一餐见，拜拜。